昨天的视频争议性比较大，所以我想替他们问一下，乌克兰女生为什么喜欢中国男生呢？在乌克兰有很多女性都会选择嫁到国外，大多数都会选择中国，因为在乌克兰女性会比男生更多一些，而且我们觉得中国的男生很热情，很靠谱，很真实。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男朋友呢？我们不会针对一个人的外表，更会看一个人的品性和性格。所有的乌克兰女生都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不是所有的乌克兰的女性都会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想法跟我相同。那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你身边的朋友吗？不能。